好啦，举好啦！哎呀，真闷分！阿哥，打听到老太婆到啥地方去了？我大概洗不去了。哎，不要老太婆挂在嘴上，邻居听了都不通情理嘛。哼，啥个情理？
锦鲤才多少钱一斤？你自头算。哎，这几只篮子能卖多少钱？有几只篮子边边就发愁了，恐怕边问这几只连卖帽子的本钱都发着讲着。这个家呀，靠你上手，本钱再多也是个无底洞，老的不是，小的不假，八缺八十。少问几句吧。你呀。早起来玩个不停，还发烟吃哩。咦，我做啥啊？我搞了半天，你玩不不起啊？你想咋办啦？好，我不贴，我回去。那么，我再向梅老板加本钱，你看你。去早饭去。那，文气，死文气，只为吃饭，只为想办。阿根，快点！哦，妈，那这只蛋你吃吧。阿根，快点！啊，来了。妈，我去了。你到哪里去啊？今天买点盐。啊，买好盐早点回去啊。哎。王瑶瑶吧。啊，菊花姑娘。哎。啊，多少一张啊？两个铜板。哦，两个铜板。买孙了，买孙。孙瑶啊？哎，不要。哎，不要不要。老妈妈，你买身啊？哎，这是好身啊。哦。
子生很好，哎，就是动班不够啊。好，你媳妇就拿着吧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在你口口自家的拿着吧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最好谢谢。哦，老妈妈最好啊。这个话也好话，哎，那也好的。来花样吧。哟，好漂亮的雪花，宋杰金哥哥最合适，怎么拿来卖啦？你们这鸳鸯雪得像我弟一样，是得真得真爽啊！花絮的好看，这人长得更美。你们想不到，买鲜花，买戒指啊！哎呀，买你这个人嘞！嗨，来孙喽！山里老黑龙家乡是你啊！哎，你看。这脸长得谁厉害？哎，大家，我们买，我们买。众目睽睽，花天花地，尽管调戏。他娘的，大人喜欢，管他屁事。鲁伯宾有人修，死伯宾有人管。我让你。喂，给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呀，这个，老天，快来死，上来！嘿嘿嘿嘿嘿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姑娘啊，快追吧。哦，快追吧。三立大哥啊，哦，大姐，哦，你买什么？哦，你今年用为做好事，我可侬啊要叫勇者。叫勇？刚才那个姑娘啊。大姐，你在讲些什么呀？哟，不要假痴假呆了，张一道懂什么要吃三立，求嘛要讨真理。不错的呀，我啊苗头已经割出来噻。哦，你是说刚才那个姑娘？哎，我这山里人，人家呢？山里人怎么了？哟，我可弄啊！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姓人名谁，家是哪里啊？哎，这用不着侬担心，这月经几十里，谁家有侬，哪家有女，翘子头背，光棍寡妇，我肚里都有一本西藏呢。哦，打击我啊，我是靠这样吃饭的嘛。哦，哎，三里大哥，哎，空对空是没意思的，侬哥哥有吧？你是杨杰？哎。有，那么先付十块定呀。好。那好。哟，噶好个声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。你媳妇拿着吧。好好。这两天实在忙，
都那天上灯幕上高骂小菜。哦，三天今天回应啊。哎，三天。梅老板，梅，梅老板，你再讲我一次吧，我生意做好，新账老账连本带息一起还你。嗯？哈哈哈哈！呸呸！你也想赚钱？哈哈哈哈！我看你呀，晦气落人人，倒霉倒到头顶心在。侬能赚钱，我每次倒转来下，晦气鬼。他在我子早就懂，闺女有理来家庭，去你捧心来心。家里无人做本田，没想到伴女你跑掉伴女与美兰，没机会发起文明，无人本地通则问异想天开看看天，还是老老实实变多难，恨恨老妹去转转嫁钱给你，钱好比有包子当地起来。大哥，大哥。哦，卓君。啊，阿哥。哎呀，要紧吗？那么个变态，没力气了再收个钞票，啊？娘。啊，老板，他年纪小，没爹没娘，你就隐隐好，不要打了。啊？好，看在姑娘份上，挑谁去？大哥，快追吧！来来来，快追快追快追啊！阿哥，我追了。阿哥呀，这是你妹子？你想嫁钱？是啊。三天之内我送钱上门啊！真的呀、啊？多谢梅老板，多谢梅老板，多谢梅老板啊！多谢。这件是上好毛做便的，家庭便宜，快买呀！哎，这便宜的好啊！嘿，这已经够便宜了。哎，挑一只啊！好。去看看篮子吧，看看，哎，走吧，来来，拿出来挑挑。妈妈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走吧走吧，阿宝，走，阿宝，阿宝，哎，怎么样？梅老板三天之内送钱上门，真的呀？我还送上门？是啊，那么好的，回去别不吃的。宝宝去了，娘，哎，卓君回来了。
咦，爸爸，快去玩吧。哎，娘，去好玩，我去你接爷。哎，嗯。鱼吃菜饼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吃饭？我不吃，吃一点算了。我不吃。哎，都十八九岁的姑娘了，还那么省心。你又不在这里过一辈子，省着点啊！娘，老省着点，省着点，我可以饿，可以醉，你怎么办？走没分，只要
千百早点走开，早过安静。四花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哎，我是靠啥吃饭的？还有功夫说笑话？喏，丁娘都打来了。阿宝啊，只要娘商量一下吧。我要跟老太婆商量，她能把你妹子养到老。要是周娟不肯去呢？父母之命，妹子之言，长兄为父嘛。我这个嫂嫂这俩也得说。桂花姐，拿丁娘来。好。先父不亏丁娘，十八丁丁就这样敲定了啊。嗯，但是大爷分文不能少。侬放心。是小宝啊，这是我娘叫我拿来的。哦，媒婆一到叫他当点心吃。小宝啊，你有个娘真是好福气啊。好，拿几个吧。嗯，多放着，当媒婆吃保险，好为你讨老婆多出点力气啊。你这调皮鬼。大夫，大夫，三叔，大夫，哎，我给你上一找了户人家。哦，让你去做招贼女婿。去做啥门女婿？不去。哎，大夫，你又忘了你是外来户，你爹娘挑着路单逃荒到这里，都顶着沈家的肩胛，踩着沈家的地，你在这深山狼坳，谁愿意嫁到这里来？你就不要挑挑拣拣喽。他们看不起我啊，我就是要讨个三亚的姑娘，让他们看看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不要大白天说梦嘛，一个山里姑娘已经上上大街在。三叔公是真的，媒婆就要来了。哦、小宝，大夫，看你不成吗？什么味道？嗯，哎呀，嗯，哈哈，早晚不放水，本命早入灰。武大哥想老婆嘞，小宝你，武大哥想老今天还有吉凶，这里小子不错，你嫁到哪里呀、啊？你不好想嘞，你还是带你去吧。你倒是说话呀，好心给你找了份婆家，你不去，想赖在这里过一辈子啊？做梦！你啰嗦了半天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是不去。去啊，阿根哎，你个回去归侬听听，叫我去嫁给山里了，这种没规矩的话也不说得出来，老天没眼啊！哎，不是说山里人不好，这样的大事
也给我商量一下。商量？同你商量？你只要去买，买能做啥事情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。你，你们一老一小想来欺负我啊？没个病打。叫鬼推磨，是今这个世道啊，怕就怕这有钱有势是个事啊！你算是明白老太婆，我找到王爹。
哦，来了来了。啊，梅老板，哎，你来了，请啊，请老板，啊，你请，请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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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啊啊啊，哎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哎，那进来，进来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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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来，老板啊，哎。阿嫂亲自上灶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了。哎，为何不见你家灵梅啊？她在房里绣花。哦，梅老板，稍等啊。哎，好好好。把金屋拿来。嗯，金家很客气嘛。嗯。老太婆，护士黄一点。哦，我还雇了一个老佣人。早晨辛苦呀。梅老板。来啊，进啊，跟兄弟呀、啊，哎，那这是200大洋的银票，要用随时到钱庄局去拿着啊。梅老板，这么大一个数字，随我，怕玩不起、啊哎。呀呀呀呀呀！阿根兄啊，这银票是梅老板送给你的。哎。跟兄弟啊，哎，这200银钱的银票算是小意思啊，等灵梅过门的那一天啊，呵呵，再给你一个大数啊。以前的账一笔勾一笑，以后缺点什么尽管开口 哦，梅老板，你是啥？我没哎，阿根兄，只要你每次和老板一等亲，喏。再接你这个手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梅老板，哎呀，那老前台都有人也不一定。娘，娘，哎呀，梅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娘叫人家当的吗？你为什么不送我？这，梅老板，这年票我不要啊！哎，为了为了，哎呀，哎，老太太，我是你碰上，哎呀，不是在做瓜子吗？梅老板又不是故意的。是啊是啊，哎，为了，我不晓得是长母娘啊！你这个瓜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管！哎，你管！你管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管！哎呀！出去！算了，好，你死，好，算了，好，啊，别死，金阿根，
好啊，你欠债不还是我人的，我告到官府向你要钱。